Good morning. Good morning. Welcome back, ma'am.现在教一招学弟可以快速得到寒冷衣服的方法，这个搭法蛮容易的，也不用花多少钱。我先把我的衣服换成无服装的，这个这是空装哦，这样等于是空装。很简单一个方法，你在一开始创新角的时候一定会得到一个羊毛背心，背心的对，你一开始穿新创新角都会得到这个羊毛背心，但是很贵啊，这不会有人买，这蛮丑的。You like the look of that one, huh?你在你的服装里面可以找到。All right, have a think about it. Sorry, couldn't help. 这个，穿这个。Back so soon?然后你再买一个很便宜的大衣，这个应该是我见过最便宜的大衣的。如果你还有别的大衣的搭法，你也可以用。但是我目前我找到最便宜就是这一件，那其他都太贵了。这个过头了。这一件74块而已。单排扣短版外套，因为我已经买一件了，这个其他颜色就是自己参考了，这个好。Fella come in here yesterday says the sheriff been seen with Moira again.然后你看我这样，我的鞋子都没穿哦，我的裤子也是最简单的裤子，然后就是储存。那这套就是寒冷的时候可以穿的衣服，很简单的，加寒冷衣服都搭好了。个大衣只要74块就可以了。Something slipped your mind? 再看一下目录。I can get you anything in there you need. 再见。Sell out of that pretty fast. 这款式不是很漂亮，没办法，一开始新手都将就用。这件还不错，这件跟这件，这两件，我是觉得蛮好看的。编辑呀，今天编辑。Seem a bit taken with that. 眼前就买了。It's all yours.